提拔你当家上海一百的欢迎准点修跟省里唯一一档方言省服护理栏目又成功100%纯芝麻油特约播出的提拔当家。大家好，我是阿志，又跟大家见面了。听香音动人情，更多精彩就在今夜的提拔当家。扎西来问一下，今夜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小儿开始有误区，专家解答话几句，良心居然会过敏，皮肤整个上老气，膝盖、胸啊有点麻，日常用户多观察。 家长在新冠状病毒上轻症性发作点上，必须得讲话的啊，特别是好多新冠状病毒时间比较长，吃了好多药，也没有效的效果，我的家长们啊就没办法了。实际上，在对待新冠状病毒上，好多家长在认识上还是有误区的。今夜我们就讲到了专家为大家带你解惑。一，咳久了会咳出肺炎。 其实呢，咳嗽只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并不是因为它咳嗽了变成肺炎，是因为肺炎本身是会出现咳嗽的。但是很多疾病也都会引起咳嗽，那家长呢不太清楚。现在我给大家讲讲肺炎的咳嗽和我们普通的咳嗽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肺炎除了咳嗽以外，它会有发烧、呼吸困难。那么医生呢会从听诊的角度发现肺部的一个稀释啰音，这样来帮助诊断肺炎，所以不是咳嗽。 时间长就一定是肺炎。石医生说，如果孩子的身体是因为过敏性咳嗽或哮喘等原因出现频繁咳嗽的症状，引发肺炎的可能性非常低。二，咳嗽就要吃镇咳药。每当孩子出现咳嗽的时候，父母都会非常担忧。这个时候，家长为了让孩子快速止咳，会马上给孩子吃镇咳药。那么，这种做法对吗？ 其实呢，止咳药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的，而且还要根据病因来选择。我们的孩子呢，不能常规的用止咳药。第一个，咳嗽呢是保护性的反射，它的咳嗽可以清除气道的一些分泌物。一味的镇咳可能会导致你的咳嗽反射减弱，导致你的痰酸不能排出，最后淤积，导致我们的肺实变或者肺不张。所以不建议家长盲目的给孩子吃止咳药。 很多家长认为小儿咳嗽是呼吸道有炎症，所以常会自行给孩子用抗菌药物。这种做法对吗？其实孩子咳嗽原因很多，不要盲目的去用抗生素，比如我们的鼻后滴漏呀、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呀，或者支气管异物等等，都可能会引起咳嗽。不是说你加了抗生素，你的咳嗽就能缓解。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 一定观察孩子的情况，第二明确病因，再来选择抗生素。还有，如果你的孩子是病毒感染，可能你用抗生素也不会有效果，所以家长选抗生素一定要慎重。四，只治咳嗽，忽视其他病症。孩子咳嗽时，往往还会伴有其他病症，但是家长往往只看见咳嗽，治疗也只针对咳嗽。其实这么做反而会适得其反。咳嗽呢，其实病因比较复杂。 对于儿童而言呢，最常见的我们有鼻炎导致的鼻后滴漏、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还有一些孩子呢会出现胃食道的反流，还有呢咳嗽变哮喘都可能出现咳嗽，所以孩子的慢性咳嗽病因是比较复杂的，作为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而且建议专科门诊就诊。 总而言之，爱护儿子，搿个新鸭子求不能盲目吃药。新鸭子长期咳嗽，一定要多多咨询专科的医生，啊，不要认为新鸭子感冒都是小问题，就理所当然的跟新鸭子来长了啊。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地保当家栏目由长康100%纯芝麻油赞助播出。申奥会开始啦！预备，发球！武德选手莱德迪拼了！武德选手13.24秒拿到了冠军，燃村奥莱夺冠。 再次来到赛点，漂亮！这样花运队选手4-1拿下首轮比赛。燃村奥来夺冠。比赛开始，铁柱队率先发力，牛牛队咬紧牙关点住，双方都在寻找突破的机会。赢了，铁柱队赢了。燃村奥来夺冠。2024年加多宝村奥会江西赛区。
即将火热开赛。思想万法动，亲爱的不动，好家好玩好哥哥都在举报当家广告车欢迎回来。最近这几年呢，高血压个所谓个刺客引起了大家的吐槽，比如说雪糕刺客。虽然前面就是躺在这个病柜里的，但接种的时间因为他是你一个价格刺到了那个钱包。但现在有一些假的东西啊，就藏在平平无奇的日常饮食里，你以为这健康无碍，但是这并没有健康。对于这样的事物，我们把它称之为健康刺客。一、反式脂肪酸，摄入过量的反式脂肪酸会升高血清中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好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酸一般的来源有两种，首先是天然的来源，如反刍动物牛、羊、骆驼等，它的肉和脂肪还有乳还有乳制品都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来自于加工的这样一个来源的反式脂肪酸，它有不饱和脂肪酸通过部分氢化得到了半固体和易涂抹的这样一种脂肪，然后另外一种呢是液体的这个油脂呢，经过长时间和高温的加工，它会产生这样一个反式脂肪酸。刘老师说，我们可以通过合理饮食和合理选择食用油的方法来避免摄入反式脂肪酸，比如每日烹调用油不超过25至30克，避免使用反复加热的油烹饪或油炸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每100克或者100毫升产品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0.3克，即标示为零。所以食品中标签为零的反式脂肪酸，可能只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或者等于0.3克。二、果葡糖浆。果葡糖浆具有高甜度，溶解度高，保湿性、发酵性能好，渗透压较大，冷甜特性及甜味在低温下更突出等特点，同时带有水果清香，口感清凉，广泛用于饮料和食品加工。果葡糖浆长期的食用呢，会造成我们肝脏的这样一个脂肪累积，提高我们慢性疾病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果糖的代谢它需要通过肝脏的这样一个参与，与酒精类似啊，长期的摄入会导致脂肪肝，同时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以及高尿酸。在烘焙食品中就可以看到果葡糖浆的身影，如蛋糕、饼干、面包等，因为它能够有效延长其新鲜度、松软性。另外，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运动饮料、乳饮料等也会添加果葡糖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食物中含有果葡糖浆呢？还有冷冻的食品，比如冰淇淋，还有冰棍等等。最后是酒类，如葡萄酒，还有果酒、黄酒等等。三、钠盐。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成年人每日摄入少于2克的钠，那么它相当于5克的盐，也就是我们常用的一茶匙的这样一个盐。儿童每日摄入的水平呢，应低于这样一个水平。钠一般在食品营养成分表的最底部，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摄入过量钠会引起血压升高，进而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能会使认知能力下降，引起肝肾疾病等。钠天然存在于各种食物中，如牛奶、肉类以及贝类。百姓日常餐桌中的调味食盐，我们摄入的食盐呢，主要是这样一个来源。钠通常在许多的加工食品中也含有，如面包、加工的肉类、休闲的食品、调味品。常见的高钠盐的食品呢，有这个腌制类的菜品、腌制的肉品以及果脯蜜饯类。加工食品里面有好多含强，总是让人防不胜防。因此啊，我们建议大家多加天然的食品啊，少加加工的食物。我们要好为个人食品的标签，尽量选择无添加剂啊，当然尽量是添加剂少的食品，不碰三无产品，切记。好，广告后段千万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扎西飞。
都市放心爱邀你参与一场甜蜜相亲。拒绝照片，真实交友，我们从不翻车。欢乐聚会，自在相亲，彻底消灭尬聊。心动互选超28%场均牵手成功率，与20000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优质青年一起即可脱单，赶紧扫码报名，开启你的浪漫邂逅。放心，绿泰双低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大米只选用新鲜的大米，天赐美食，粒粒新鲜。长康绿泰大米，新鲜的大米。生活马拉松，全生命运动，更多精彩，我们接着分享。在杨柳新阿这个这条路上，每一个父母啊都渴望找到跟新阿是相处的最佳方式。这是一种关于距离与亲密、自由与修复之间微妙平衡的艺术。让我们跟随心理咨询师一起来探索亲子关系当中的变改观。大家好，我是青少年心理咨询师杨柳张华，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好的陪伴让孩子获得父母在场的独处。我想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有一个困扰，我究竟该如何去陪伴我的孩子呢？我们之前专门录过一期节目讲人际关系的刺猬定理。其实啊，不仅是亲子关系，几乎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和他人的距离都是一个特别难把握的。就像两只刺猬靠在一起取暖，靠近了会觉得被扎伤，靠远了呢又会觉得很冷，没有温度。今天我想强调的是，一个心理学大家温尼科特在他的著作当中啊提到一个概念，叫妈妈在场的独处。当然不止妈妈，父母包括其他的长辈都可以算作叫家长在场的独处。请大家跟着我想象一个场景，你的小孩他在客厅里面玩他的积木，爸爸妈妈在旁边可能在看电视，可能在织毛衣。如果你认真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你孩子一个特点，他很认真地在那里玩耍，玩一会儿以后他会站起来看看我的爸爸妈妈在吗，他们在干嘛呢。当他确定了他的爸爸妈妈在那边啊，在陪伴着他，然后他又继续啊开始去玩他的玩具。有家长可能会想，我要不要一定要过去啊？要去教给他你怎么，你应该怎么搭那个积木，你应该怎么玩这个玩具？孩子不需要。那你说，那他不需要，那我就走吧，我在这里干嘛呀？不，他需要你在这里，但是呢，又不需要你过多的去干预到他的边界。这个就叫爸爸妈妈在场的独处。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人格独立的孩子，他首先需要自己的空间，他又需要作为他生命当中的重要他人，他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专业上讲的叫在场。具体来讲，父母的在场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叫物理层面的在场，就是你人要在哪里。很多家长说啊，我在那里，我什么也不做，那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你在那里就是意义。孩子只需要知道我的父母他和我在一起，然后呢我又有我自己的事情在做，这就很好，知道吗？所以请你千万不要去否定这种物理层面的在场的意义。第二个形式的在场是什么呢？情感的在场。孩子感觉到你对他的爱，你和他的链接，就好像很多小孩他其实并不需要爸爸妈妈一定要带他去名山大川游玩，
他只希望他的父母和他玩一个抛球游戏啊，他把球抛给你，你再抛给他，看起来很无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孩子他很享受，他很喜欢，他很需要这样的互动。为什么？因为你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在场，他感觉和你有一种链接，有互动，有爱。第三种在场称为精神层面的在场。孩子即便在学校遭遇了一些困难，他感觉到爸爸妈妈是会肯定他，会支持他，会给他保护，会给他帮助的。这时候你就提供给了他一种精神性的在场。所以像很多那种父母习惯性的去打压、去贬低、去指责孩子的，他就提供了一种精神性的对孩子的压迫，而不是在场。就是即便你不在那里，孩子也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压着自己，那是一个反面的典型。所以如果家长理解了这个原理，你知道其实对于你的孩子的陪伴，最重要一点是你要提供一个在场，然后呢又让孩子感觉到他有自己独处的空间、机会和权利。具体来说，父母要学会一种基本的态度，叫被动的积极。你在你的房间里面玩耍，你在你的房间里面做什么？我告诉你，爸爸妈妈就在门外，如果你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的。对，我们一直都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孩子需要的。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你想和我互动，我会马上积极的、热烈的、有爱的去回应你。这就叫被动的积极，我不主动的干预，但是我会非常积极热烈的去爱你。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你孩子就会获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陪伴。在小朋友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家长扮演的角色不但是修复者，更是引导者。适当的时间改变就退一步，给心孩子留住成长的空间，同时在心孩子需要的时间给予及时的帮助。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成为心孩子生命当中最好的陪伴，让小朋友在爱的包围啊茁壮成长。好，还有一个话题啊，跟过来个店呢，电风扇、空调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还有好多人会选择一些啊凉席啊，讲要滚得更舒服。不过我要提醒各位，如果这个凉席恰此使用不当，可能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不少的麻烦。有一个50多岁的阿姨，然后她就是这个就入伏的前两天，然后她就把这个凉席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之后直接就铺了。第二天睡醒了之后，她就感觉到后背就很痒啊，这种针刺样的痒哈。然后后来家里人一看，她整个后背呢就是很多这种红色的小丘疹啊，那严重的地方还有这种水肿性的红斑。然后来医院就诊，我们这边一看，再询问她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情况，那就考虑是跟这个凉席哎，它有这个螨虫导致的它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情况。经过医生诊断，这位患者得了丘疹性荨麻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咬性皮炎，是一种由昆虫叮咬后引起的过敏反应，常表现为红色丘疹、丘疱疹、水肿性红斑，可伴有瘙痒或疼痛。医生介绍，陈年凉席上的螨虫很容易诱发丘疹性荨麻疹。此外，螨虫的分泌物、排泄物还可能导致过敏性皮炎、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等过敏性疾病。咱们有的时候凉席铺着铺着，然后出汗嘛，因为夏天它也容易滋生这个螨虫。但螨虫呢，它一般在这个高温脱水的环境下，哎，它可能就会杀死它。所以说，一般呢，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清洗之后呢，要高温的一个暴晒，太阳下晒一晒，它又可能会减少这个螨虫的一个情况。医生提醒，存放较久的床品和衣物一定要先清洗晾晒后再使用。对于这个存放的时间比较久的床上用品，还有这个衣服，大家呀一定要记得先清洗啊，还有晾晒，这样才能减少螨虫引起的不良反应。而且呢，跟这样的热天里头啊，蚊虫本身就比较多，家长们也要注意防蚊防虫，避免引起过敏的反应。好吧，另外一种是啊，膝关节作为人体最复杂的关节啊，本身这个负担重啊，我们活动多，磨损程度也高，容易出现因为膝盖关节疼痛、肿胀啊、活动不便等等问题，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那么老人照顾好我们的膝关节，哎，我们讲不过一生，这是老了。第一个是疼痛，啊，第二个是肿胀，第三个呢是关节的这个功能障碍，啊，第四个你比如说有关节的畸形，有肌肉的萎缩等等等等。管主任介绍，以上是膝关节疾病的四种主要症状，这些症状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加重，直至患者忍受不了才选择就医。膝关节疾病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一般都离不开以下四种原因。第一个跟年龄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关节软骨的蜕变，那么我们这个关节它承受的压力啊的能力越来越差，会出现关节的疼痛。那么跟性别也有关系，性别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大几率会发生膝关节的疾病。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女性啊，在这个绝经的前后，雌激素的变化啊，会出现骨密度的下降啊，骨骼的磨损的几率要提高。第三个呢，就跟体重有关系，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体重过重，那么对关节造成的压力啊，会越来越大啊，这样式呢就会加重关节的磨损和蜕变。第四个呢，就过度的使用，那么我们譬如说这个不当的锻炼方法会造成膝关节的受损呢严重，从而发生这种膝关节的疼痛。采访中，医生告诉记者，膝关节无论是轻度还是重度的损伤，一般都是不可逆的，因此提前做好膝关节的保养和预防是保持膝关节健康的重要方式。那么第一个，我们要保持适当的体重啊，体重不能太沉太大。第二个呢，要有适当的运动，那么我们会适度的这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散步等等，尽量不要去做剧烈的去爬山啊，强烈的蹲起的运动，以免加重这个关节的磨损。同时啊，我们要有好的正确的饮食习惯，要营养的均衡，同时呢要补充维生素 D 啊，钙的食物可以帮助关节啊保持健康。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膝关节不适，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规范治疗，延长膝关节的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如果发现膝关节不舒服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规范治疗，延长膝关节的寿命，提高生活质量。好，哇，还有一个话题，高温电器有没有嘞？总感觉浑身不舒服，但是大家晓不晓得，跟高温电器啊，其实你要特别小心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跟高温电器会影响到心脑血管呢？哎，专家，快来接续老话。这几天，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心血管内科门诊，前来看病开药的患者有所增加。李女士患有高血压，当天她就来医院开降压药。气压有点低，然后就憋得，其他的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着天气有关系吗？天气就比较潮湿闷热的时候，比如像北京的桑拿天，它就是这种就比较憋气，然后头就比较晕。研究显示，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会明显上升。温度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增加2.1%，其中脑卒中和冠心病的特定疾病风险最高，65岁以上人群是高风险人群。对一些既往有基础心管疾病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像心绞痛啊、心功能不全的加重啊这些情况。对于这一类的我们的心脑血管病友来说呢，应该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应该更好的是保护好自己。夏季高温环境容易出现大量出汗的情况，这会使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特别是钾、钙、镁等。这些电解质的紊乱会直接影响心脏的正常收缩和节奏，引发心律失常等症状。一方面呢是要及时的补水，再一个呢包括饮食上呢应该相对清淡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啊，而且呢最好能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啊和钾比较充足的这些水果啊、蔬菜之类的，比如说像香蕉啊这些都上都含钾还比较丰富。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同时注意适度运动，可以选择游泳、慢跑、快走等低负荷的运动项目，根据个人身体状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和时长。跟高温电器血压不容易稳定，心脏负担也比较大，
所以大家咧要特别注意多加水啊，不要老是流血水，也不要猛水供尿。人咧变化太快，血管就下不去。如果你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按时下药，不舒服千万不能怠慢，一定要及时求医。好，接下来我们话题是健康的食物，有色纯天然的野菜，据说啊还可以清热解毒、消炎驱虫等等功效，到底是什么野菜呢？我们扎西的玩了。在绩溪县华阳镇杨柳社区方素丽的家中，只见她正在处理早上刚采摘回来的马齿苋，清水中淘洗几遍后焯水，把马齿苋里面的草酸跟涩味去掉，炒起来就更鲜美。随后将焯过水的马齿苋倒入油锅中进行翻炒，加入适当的盐等调味料就可以出锅了。除了炒着吃，马齿苋还可以用来凉拌。这种马齿苋我们夏天啊吃的特别好，可以凉拌吃、炒着吃都行，能够起消炎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夏天有这种菜的时候就采回家。其实果冻仔就拿开水烧呀，啊，用辣椒啊、啊生抽啊、大蒜啊、香油啊，凉拌一下就特别好吃。嗯，听我讲，绝对不会错。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要注意红血不清，血液粘稠，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等症，千万不可大意，一定要及时清血。清血八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清血八味片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导致心脑缺血、引发头晕头痛、胸闷气短的药物，荣获国家发明专利。清血八味片专药清红血，祝您红血清，心脑好。梦奇药业。最近几年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出门了，他们说忙活了大半辈子总算闲下来了，本该享福了，可是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腰椎间盘又出了问题，不敢走也不敢动，一动啊腰就带着腿痛，还反反复复，多遗憾。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强筋骨、虚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熬夜加班，加罐加多宝。火锅加辣，加罐加多宝。比赛加油，加罐加多宝。怕上火，喝加多宝。好了，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把再见了，国立新闻一下午5点半准点奉献，有状况100%纯芝麻油特约播出个提拔当家，明天老师跟强各位锁定广西有道开心快乐肯提拔，明天再见，拜拜。之前没有，没有，说实话我也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个很火，但是这种旋转类型的火锅我第一次看见。对，但是这种自助型火锅好不好吃得尝了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肯定不会差，因为你闻它这个锅底的这个料的味道。